姐姐今天不在家，我可以大吃一顿喽。姐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要吃偷吃我的糖果？我没有，姐姐，我没有啊。那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看一看姐姐。你只是看看？好吧，好吧，那姐姐让你吃一个，你吃哪个？姐姐帮你拿下来。我就吃乔治吧，姐姐。什么？你要吃乔治？他可是你弟弟呀，你为什么要吃他呀？他每天欺负我。他每天欺负你，也不让你吃他的糖果，也不让你玩他的玩具。对呀，姐姐。那你也不能吃你弟弟呀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帮你拿下来啊。给乔治，姐姐帮你拿下来了。不要吃我姐姐。什么？那你求求你姐姐吧。姐姐，你不要吃我，我以后让你玩我的玩具，吃我的糖果。你要吃我，你就是坏姐姐哟。她是个坏姐姐，那怎么办呀？你姐姐不放过你呀，我只好把她帮她打开了。佩奇呀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吃你的弟弟呢？这是一个蜡笔小新，你弟弟的口袋里有一包糖果，还有个小戒指。你把这个戒指送给姐姐吧，好不好？姐姐戴在手上，哇，好漂亮呀。那这个糖果可不可以分姐姐一半呢？可以的，姐姐，你先吃哦。那我先，还有一半你吃哦，佩奇。给，这么多，还是个小树叶的，给你吃一个。给，这下你可以全部吃完了，佩奇。吃完了，佩奇，乔治口袋里的糖果好吃吗？超级好吃的，姐姐，下次就不要吃乔治了。